Charlie Mordecai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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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harlie Mordecai. Bit of a moron, actually. 在新作品《贵族大道》中饰演怪咖的约翰尼·德普，和电影中有精彩对手戏的女主角格温尼斯·帕特洛，以及剧中演员保罗·贝塔尼为宣传相约上了著名的艾伦脱口秀。主持人艾伦问了一连串害羞敏感的问题，像是是否有在海滩裸体过。约翰尼·德普则是毫不犹豫地举起有的牌子。而当被问到是否有在飞机上爱爱过呢，三人先是低头傻笑，后来就不好意思地举起手上的牌子。只是没想到连主持人艾伦都诚实招认自己也曾有这样的经验，更是让全场观众都笑翻了。 Yes 娱乐新闻中心台北报道。